给小晨晨有时候买吃的买喝的，给老人买点东西吃吃。我回去了，晨晨。啊，我妈还要送哥哥上学，送完你了再送哥哥。你给你爸打个电话呗，好不好？啊？要不然你把号码告诉我，我来打行不行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爸爸号码呀？号。我们陪弟弟玩玩，再走完呀哈。反正你现在也不上学，把这个这件还有一件衣服拿下来，这袜子也不是。啊，这里的小内裤全是陈真的。哎，这里帮你买的小内裤在这儿，还有啥？你给他拿到屋里面去吧。那个放在哪里？嗯，你的裤子呢？真的，你裤子放哪？王岩，要么裤子放车上吧，下个礼拜带回家吧，放这里。还有我啊，放车上吧，不往这放了。哎呀妈呀，晨晨，晨晨不来了。你要砸到小姑，我就赖着，我就躺地上，我跟你讲。菲菲。啊，我在这个陪他玩一会儿再走哈。嗯，正好正好那个正好那个。他等你爸回来。他外公不在家。他外公不在。他钱都没地方给。准备给他钱呢，我们在这等等哈。嗯。一个小坏蛋，你不是传二十岁？赵云的不听。干哈你啊？嗯。不传二十岁，是啊，小调皮捣蛋的，你看。这次应该不会再哭了。哎。嗯。嗯，我就问你，你猜这是什么？就这样按着玩的。减压神器嘞。怎么这么脏啊？减压神器啊？怎么减压的？现在教我一下。就是按。你按一下给我看看。按，给按过去，再给按回来。嗯。这谁买的？怎么？啊？我不懂，我忘了。怎么弄这么脏啊？王一涵，你是丐帮的吗？啊啊！我是帮主，他是丐帮，那你就是帮主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是老帮主，我是老帮主，你是小帮主啊？你是少帮主？晨晨，这啥？晨晨，你平时就一个人在这玩吗？这屎啊！晨晨，你平时是怎么玩的？平时就这样一个人在家玩吗？是不是？是啊。无不无聊啊？手机都是给他无所谓。那里有篮球，看见没？那里。我不理。那里打篮球。那个都没有气了，都没法打。那你想不想尿啊？菲菲，你看，那平时就让一个人在家玩。那你去了，不跟他玩。那个小舅舅不跟他玩啊？会欺负他，因为他比真的大一岁。真的说的会欺负他。别摔着了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晨晨，晨晨，小姑跟你说话，小晨晨，别动他，别动他，小姑跟你说话呢，是吧？你跟不跟小舅舅一起玩呀？你为啥不跟他一起玩呀？是他不我一跟他，我一跟他就弄我，你一跟他就弄你啊？哎，回来没有？谁回来没有？没有。他外公。他去哪了呀？应该去庄里了吧。那为什么都不开车去啊？应该不远，人家去邻居家玩了，应该。串门去了，应该。咱们在这等着吧。脏死了，小晨晨。然后手脏了，然后再往身上抹，是不是？我没抹呀。你没抹啊？抹了。你看你身上的手指印，还没抹。什么身上的手指印？哈哈，你傻呀你、啊！哎，那皮球是打的。篮球。哥哥陪弟弟打篮球，我想你会吗？不会。
王一涵，我给你告诉你个消息啊。啊。我以前可是篮球队的。王一涵，哟。王一涵。王一涵。王一涵，我叫你，哟。王一涵。啊。我以前可是篮球队的。哟。哟咦。你不相信啊，菲菲。王一涵，嗯，他说李爸说他是篮球队的呢，就我没看他碰过了。王一涵，你又说，咦，呀，加了加，慢一点。你们没见到我，给篮球踢到你们这吗？啊，又来一个，我以前这是篮球队的，你们俩不相信？咦，要不要我给你俩表演一段？来表演一下，得了吧你。这篮球没气，有气给你们表演。王一涵，我跟你讲，你这鞋子刷干，刷一下还是干净的。哎呀，真牛逼！干嘛、啊、你俩？王一涵。啊？啊？干嘛？这是上一次我给回来给那个晨晨买的那把枪吗？啊。被他家那个小孩拿石头砸了。被什么？被那个小孩拿石头砸了。这临近到这里。现在已经几点钟了？现在五点多了。现在已经五点多了。要以前就天黑了。我现本来现在是想等他，现在是想等他外公。本来这是来，怎么给他钱呢？他也不在家，就孩子在家了。他爷爷不在怎么办？那等等等嘛。关键王一涵晚上要送到老师家去了，那怎么办？关键我们也不能走，不然孩子就没有大人就这样的在家里面吗？嗯。啊？对呀、啊。就把他交到他外公手里。钱还没给呢，总不能给孩子吧？给孩子就丢了。这等一会儿嘛。看，估计等会儿就应该回来了，因为天晚了还不回来做饭给孩子吃。王一涵现在带他弟弟去玩了。这两个咋了、这个？咋了？我给他买的枪被那个小丢砸的。气不气人？这是我们第一次来里买的枪吗？嗯。我要找那小丢。哎呀，王一涵他弟弟玩了，现在他天天打你家儿子，你都不管啊？谁啊？你说谁？那他舅舅哎。那他那我管他谁呢？你是小舅是吧？那你去管。你都不管。我不敢管。你都不管。没事，跟王阳，孩子之间本来就这样。哦，那哪有天天挨打的？这个心疼了是吧？主要他凭什么把这个枪给砸了？把陈家弄下来，快点去。你要你掉下去，你摔死。王阳又不放下来。王阳，啊，两个小孩在一起难免会磕磕碰碰的，知道吧？那叫磕磕碰碰啊，那叫欺凌，那叫霸凌。你说什么？那叫磕磕碰碰啊，那叫霸凌，那叫欺凌。秋朗，在家里有没有欺负晨晨啊？没啊。那晨晨说你老欺负他的，那下次不能欺负。是以前老欺负啊。嗯。那这样以后不能再欺负了。他你还是他舅舅呢，是不是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小的舅舅。关键他就是你舅舅啊。那为什么别人的舅舅都长大了，他就没长大？哈哈哈哈哈！别人的舅舅长大，他怎么没长大？他就是你舅舅，现在。处长，我们下次不能再欺负人了哈、哦。他是你外甥，然后你不欺负他，我每次来买点好吃的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吗？要带晨晨玩。跟晨晨一起上学校，一起跟晨晨玩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好。
菲菲，嗯，他舅好像来了，嗯，他还是舅舅，我下去看看你。哎呦，能歇着了吗？这个琴也都给他吹了不？陈晨不等你管了吗？这里八个，拿着吧，啊，拿着。给小晨晨有时候买吃的买喝的，给老人买点东西吃吃。那回去了，晨晨。啊，我们还要送哥哥上学，送完你了再送哥哥。先跟我走是不是？啊，舅舅不也在家里吗？两个舅舅在那里。嗯，是不是？舅舅回来我就放心了。哎呦我的！你等会别弄摔个狗吃屎、啊。小晨晨，那我走了，在家乖乖的啊，下个星期再来接你，好不好？行啊。小棍子，再棒的。那家那应该还有米要不？啊，还有米要不？嗯。我说那如果没拿呢？是的嘞，是的，没这么干。两个手都拿一起就啊，小孩子哪有不脏的？小孩子好玩好动的，那、我就买单了。那我们收拾走啊，拜拜，拜拜了哈，拜拜，拜拜。王一涵，王一涵走了，王一涵，王一涵舍不得，舍不得弟弟呢。